系于利合。爷爷，请问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吗？啊？爷爷，请，我是小主人帮小记者杨佳一，请问您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？啊，你是什么？是吧？你说吧。练舞累不累呀？不累。您练了几年了？练了四五年了。掌声欢迎领导干部代表队。您对武术怎么看？武术很非常好，老年同志一个是娱乐，一个是健身，非常好、啊、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啊，谢谢啊。奶奶奶奶奶奶你好，我是小主人报小记者金浩，请问您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？可以啊。你练武术多少年了？我练武术四年了。你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练武术的前后变化吗？一才不会，就从练了武术以后吧，这个身体也有点挺好的。你喜欢哪种武术呢？我喜欢就是太极拳。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